再这么僵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做个决定吧。我还是不同意。咱们不做，一样有别人会做。那可是毒品啊，你要毁了我们金鱼会吗？哼。怕就不要入这行。你吃饱了，可兄弟们还饿着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想都别想。刚哭泣完吗？Come on.
你吩咐我做的事都已经搞定了。老弟啊，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，我都想好了，你也该过过清闲日子了。从今天起，有些事就交给黑龙他们去做吧。我已经安排人安葬了你爸爸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养伤。对了，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如果我们想活命的话，就不要暴露你自己。我只能够走到这儿了。
那边。金鱼会只有老怪这么一条重要的线索，也被你们搞砸了，砸了！局长，我怀疑老怪应该是被他们金鱼会自己人杀了灭口的。怀疑？你还好意思说怀疑？凶手就是从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跑的。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就脱了金身皮滚蛋！事情怎么样了？出货一切顺利。这是市面上新出的货，比我们的货要好。我们要与时俱进，不能落后啊。还有一件小事。说。有个人杀了老怪。老怪这些年规规矩矩做事，竟然也有人算计他。参与了很多事情，警察现在怀疑是我们灭口，毁灭证据。杀了我们的人，没有嫁祸给我们，一举两得，有备而来。您觉得这件事是谁指使的？既然是蓄谋已久，想必就是那些老恩怨吧。Read after me.
Cat. Cat. Dog. Dog. Bird. Bird. Tiger. Tiger. Okay, that's all. Class is over. Bye. Bye-bye. Bye-bye. Don't forget your homework.看我抓住你！看我还有你呢，别跑！看我抓你！我以为你消失了。我受伤了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
记住你的身份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交往，那只会害了你。我知道了。当年在河边追杀你的还有他，但你不可以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们的人，当年他一脚把你踹下水，所以你才能活下来。其实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在金鱼会，负责毒品的接头工作，但他效忠于我。那下一步？他们两个明天会同时出现，当红车返回的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跟踪他。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制毒窝点，肖长生会在那里出现。这人不是效忠于你吗？难道不知道制毒窝点在哪吗？肖长生这个人很多疑，只有身边少数人知道，所以你要跟踪红车。你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江湖险恶，当年萧长生杀你父亲的时候，表面上是意见不合，实际上他是在刻意制造分歧，目的就是想一家独大。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我装糊的张傻甘愿被边缘化，被踢出局。但我知道太多秘密，他迟早都不会放过我的。所以当年你救我其实都是在为自己，对吗？我们两个人目标一致，就不要再腻我了。船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要的流程该省就省了吧。这些年从我手里经过的货从来没出过，生哥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让生哥失望啊。代我向生哥问好。一切顺利。
们先走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基地，非常的隐蔽。红蛇那边出事了。
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没有。那他妈有啥？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车轮印？是。哎，头，局长电话。喂，局长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还在搜集证据。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也没有。那他妈有啥？哦，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车轮印子？啊，局长，根据我最新的判断，凶手不是金银会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金银会不可能杀掉自己的心腹大将。放屁！你的判断什么时候有个准啊？局长，喂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？我只是叫你跟踪他，没让你动手。是他追我的，他想杀我。那是因为你暴露了，但他没有查到他们的卧底，还连累了船长。现在红山死了，金鱼会的人会怀疑船长，然后找到我们。你知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？是他自己要送死，难道我要放？你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他杀了我父亲，现在还在打乱你的计划。我忍了这么多年，还差了几年吗？是不是？要是我现在再杀了你。新鲜，明白。大哥，Yes!
明白。Now, what's this? Okay, read after me. Pie. What's this? Banana. Banana. This one. Appl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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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y question? No. Do you understand? Yes.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赶紧转过去。转过去怎么换药啊？你上次一声不响的消失，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你。上次我有急事。什么事能比命重要？啊？差不多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。到底还需要几天啊？你行不行？怀疑我？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医生。那你说怎么样才像个医生？医生最起码要有很多年的行医经验，最起码不会像你这么年轻。你说的是江湖郎中吧？嗯，把这个药喝了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熬的，让你赶快好。是学医的，在我毕业的那年，寨子里得了瘟疫，很多人死了，我父母也是那时过世的。这里很偏僻，医生都不愿意来，村民们要是得了病只能耗着，耗着耗着最后就延误了。我喜欢中医，这里有好多稀有的药材，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在这边做研究。你给这副药就是我研究。快，你醒了。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？你肯定很累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随便画画，没什么。你睡得很香。或许只有在你这里，我才能睡得这么踏实吧。严老师，严大夫。
叶文老师，叶文大夫，叶文大夫，叶文老师在吗？哎，小朋友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，哎，辛苦哎，哎，不急不急，哎，别想了，哎，坐坐坐坐，哎，别坐坐，我去看一下。好。哎，你们杨文老师在吗？哎，都有都有啊，哎，别着急。哎哎哎哎，两位警官，杨文老师您好，你好你好，杨文大夫，你好你好，哎，杨文老师您好。啊，叶文老师，我们这次来啊，是告知你们，这附近叶子里出现凶杀案，啊，你和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来也没什么，就是例行检查，例行检查。是什么凶杀案？据我们初步判断，是个女杀手。嗯，女杀手。老师屋里有个女的。老师屋里有个女的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他就是我的一个病人，我才见过他两次。见过两次就给人家画像，你的学生还说你们亲嘴了，怎么解释？严威老师，你是教书的，也是救人的，跟杀人犯可是势不两立的呀。你是我们当地的楷模，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你。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一时糊涂啊！孩子们和父老乡亲还需要你呢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那个女孩。你这是暴毙，纵容！局长，麻烦你们先确定画出这个人是凶手，再来指控我包庇纵容，好吗？袁良在。老家伙不在，抓到一个女的。明白。带走。
这个样品已经非常接近市面上那款新产品了。生哥，先把青灵在这里待一下，我现在就过去杀了他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头，咱们都守了好几宿啊。柯南，累吧？不是，这也没啥可疑人物。走，去他家守着去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叶问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说出他的下落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。喂喂，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爆炸？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头，苏海镇发生枪战，你凶手出现了。
杀洪氏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杀他的决定你也有份。我当然说出赞成杀了他，他这么固执，耽误大家赚钱，我不喜欢。留他活到今天的话，我迟早也会亲手杀了他。老糊涂了，真炸死你的话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救了他，没错，我还没有他，然后告诉他他的杀父仇人是谁。卑鄙！彼此彼此了。我跟你没仇，只是巧了，也喜欢做老大。李波，看，我帮你报仇了。Going to be the one who will be walking me.